抗癌歌手李明蔚 Serena 7年的抗癌历程感动了很多的网民，而网民的留言亦都鼓励了 Serena。 我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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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日，他在朋友帮助下举行音乐分享会，希望自己的生命故事可以影响更多人。由于 Serena 化疗后面瘫声线受损，所以分享会由朋友声音导航。Hello， 原来个肿瘤系有4 cm 咁大，系一个叫做好罕有嘅癌病。叫做腺样囊性癌。那一刻呢，我第一时间呢不是想治疗会不会很辛苦，你知道我是很贪靓的嘛，而是我想起我其实会不会甩头发。即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，我借把声给你，你一样可以出来见证和分享你自己心路历程，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仔，同埋她那个勇气和她的正能量很强的。即是我哋好多人 support 佢嘅，即系好需要呢个支持，所以我哋今日都要一定出席啦，支持佢继续去等佢可以战斗落去，希望佢继续每日都开心去生活咯。咁就我谂开心就可以个病就会可以慢慢远离佢。其實都很 surprise 嘅，因為其實冇諗過佢精神狀況咁好。其實覺得透過故事可以話俾人知，原來係真係有奇蹟出現，同埋你唔好放棄你自己嘅話，你嘅路就會更加會有光明咯。大家都好關心 Serena 嘅病情，而樂觀嘅佢亦即將嘗試新嘅療法。由於費用高昂，所以分享會後佢都透過賣自己嘅 CD 籌款。我东网记者罗燕云报道。